清军啊，早些讲，他会在何时等你回家？Cherry Young， 啊，谢谢你的点歌。这首歌呢，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，我一听到京剧的声音，我马上愣住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要用小提琴拉出京剧的声音，其实有点困难。对，那后来其实我就慢慢去听那些小细节啊、花音啊，然后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这首歌诠释好。对，那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挑战，对我来说也是。那很谢谢你的点歌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抽歌活动，这样的抽歌挑战，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啦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点什么样的歌曲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之后也会不定期的举办这种活动，大家就踊跃留言参加吧。到最后我快要10万订阅了，大家赶快帮我追踪起来，还有按赞推给你身边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集再见，